节棍是硬中带软的兵器，节节互换，变换多端，能趁其不备，出其不趁。流星锤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狩猎工具的飞石索，经各朝代的演变，逐渐形成了现代的流星锤。它是将金属锤头系于长绳一端的软兵器。其实这兵器我也只会一点点，今天不是我倒下，就是送走我的摄影师。好了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最后祝大家新年心想事成，突飞猛进。